兔嗨 KK 还有维卡还有明晶。这是应该比高一点，看不太到。下一点。我们都曾有过风雨过后的沉重，心疼陌路的口，但心却还留空。嗨克拉克，嗨北岛深霜，嗨别问。今天是毕业季，别一个毕业生刚刚好吧。嗨企鹅，嗨米迦勒，午安大家。嗨空叶，毕业快乐，谢谢。好久没有看到这东西，我也是从国中毕业之后，第一次看到，三年后。嗨阿龟，嗨这个，嗨奶奶，昨天毕业了，太感动了。嗨一怀荣，嗨立成，昨天本来要在 MC 时间想这件事情的，结果时间不够，我昨天刚丢掉，简直，我已经四五年没看过了。嗨大家都是已经出社会蛮久的啊，午安午安午安。临时决定冲草谷看看，冲草谷。哦，风铃草吗？嗨，黑雕，嗨思源，嗨明剑星之冠，嗨神威，嗨风宅，嗨大哥。小弟弟，嗨 Seven， 嗨沈威，嗨猪，好像有，真的吗？是思考太久。今天要去看，真的假的？一定会很精彩，好好看。嗨风仔，完美团七会讲话。午安，今天我要来做一个比较特别的主题，只有毕业生才可以做的主题。我们再等一下，我们等人多一点，我们再开始。嗨，熊猫眼，双眼，是秘密。我刚七分开的嘛，那我等四七再说。嗨，尖尖。花之精粹毕业典礼，你说举行毕业典礼吗？怎么可能？那老师不是毕业生可以的，好不好？参与不是，我说只有毕业生可以办的，其他人都可以参与，好不好？谢谢阿姨那起来新之冠啊！对了，刚刚大家是不是有没有问题啊？因为我刚刚开播的时候，我弄了超久，我会这么晚开播的原因，就是因为我刚刚进不来。就是好像让 live 不要更新还是怎样，所以我就不知道，我就一直重新，我怎么办？我都进不来。然后我刚刚就更新之后就可以了。然后他要我重新登录账号，然后我在那边登，我登超久，忘记账号密码。哎，我已经毕业了，同学。嗨恩人，嗨练习包，嗨卡奇，对，没有，他就说，对，我那时候以为我被盗了，你知道吗？他说有人登录你的账号，就请你再重登一次。我说有人登我的账号，可是除了姐姐，没人会登我账号啊。哦，还是真的是姐姐登的，我不知道。一般登录会退出吗？我真的直接一个吓爆，你知道吗？很可怕。对，我今天是好学生风，第一个纽扣也有扣，这样你都认得出来啊？不然要怎样才认不出来？嗨，建言班，我刚才登了班，对啊，害我弄超久在那边紧张，然后我紧张到不要说，发现我粉丝应该也在那边弄，那我慢慢来好了。谢谢浪浪，掌声鼓励，看到你啊，他在喜欢你。看玫瑰，其实是我，这可怕的人在那边，不可以哦。
离开庄敬有一段时间了，真的，我知道。不是，我跟你讲，我昨天在毕业典礼的时候，我真的是啊 ，Oh my god， 没有半个人哭，有人哭啦，可是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哭出来的，因为那个天气真的是，我们学校很特别哦，真的很特别哦，真的，因为有人突然七分，我等一下会多开七分钟，好不好？还是要开到时速的吧。谢谢安诺，谢谢徐元平，我们学校很特别的在。广场上面执行毕业典礼哦，就是那没有任何阴影的，就是哦，我们班上有树啦，其他班就比较可怜，就是那种，你知道早上大太阳，就像现在今天外面那种天气，然后就坐在那边曝晒，你们懂吗？我们真的晒成干呢。掐指一算，双手让我不再一个人哭泣，是你给我勇气面对每个难题。艾瑞克 ，Hello， 生日快乐！嗯，谢谢浪浪香槟，这是庆祝我毕业吗？谢谢。我们的教室真的，对，我们当初就想说要在教室直播什么，就是大家直播毕业典礼，然后结果后来说，哦，没有了，还是为了让你们有参与感可以去操场。我不知道想要直播啊，有没有搞错？谢谢嘛，不客气。我是不是很变？嗨，加古文，嗨，卡丘。你今天会跟我的直播跟到最后吗，艾瑞克？谢谢你的告白气球。我问一下，我高中每每下大雨时都会抓，都演出抓鱼，抓鱼是什么意思？那么好正，谢谢。我今天是清纯的，会啊 ，OK，OK。OK, OK, 那等一下请你参与我们的主题。鱼吃的水大闸啊、嗯，以前还站在真的。可是我跟你讲，三年级之后因为疫情关系，我们就没有再集会了，这是幸运啊。可是我们没有毕制，真的是毕业制作真的是很可怜。流浪人生日，对，刚好我那天也有直播。艾可泽，艾佳咪，今天主题是什么？今天主题是毕业生的主题。刚去更新 APP， 对，我刚刚也去更新，所以我才晚开播。木木纯生日会抽到我，是不是很不开心？哪有，哪有不开心？跟完直播再出文具操作表，哎，没办哦。嗨，八加九，欧巴八加九是什么？变色主题是他啦，我今天来开始我的主题，就是我要来开箱学弟妹送我的毕业礼物。我国三今天毕业，然后我。因为有些花烂掉了，所以我就先拿这些，就是还看得过去的花。这真的是真花哎，你们知道吗？啊啊哦，更新会知道，但是啊，没有，不一定吃的，好不好？好，你们想先看吃的还是先看卡片？秀丽没有，正常的学弟妹有不正常的学弟妹吗？你看，而且我跟你讲，因为有一个学弟。他手上拿了就是很多颜色的玫瑰，然后他给了我一个忘记什么颜色，紫色吗还是什么颜色？我说我可以换红色吗？我对红玫瑰有种执着，很漂亮。你见面会，你没有参加大学毕业典礼，其实这是可以吃的，没有了。有没有情书？没有，我在学校是边缘人。因为我不常去学校，超漂亮的，你看，它刚刚被我压扁，我要把它这样拨开，伸开，漂亮，要把它拿出来，哦，哦，好漂亮哦，我想把它拿来养，可以养这种活得了吗？拿丰年桃，是往上开始啊。而且我们毕业典礼啊，好像有直播哎、欸，我不知道，就有好几个影视科拿手机在那边一直照一直照，这种活得了的活不了，异能活动的人去学校啊、哦，也是。谢谢宝宝的玫瑰，啊，这个更烂了，这个更烂了，它的花蕊完全不见了，可怜哦。然后还有、哦，这个是未开的还是怎么样？它倒得出来吗？可以可以。
情书塞满抽屉，也是没有情书啦，有卡片。这个感觉还养得起来哦，这个很小。然后粉色的，粉色的玫瑰。可以加布恩的娃娃机场，期待的布恩，你在那边，在那边。感觉这不是数学无法对等。嗯，好像。只要靠很近才会有。粉色的。Polino。对啊。多活一阵子。是啦。就有时候什么拍照啊都安排在平日。哦，这个有刺。带刺的玫瑰是最美丽的。这个是旁边是粉的，中间是白的，还蛮漂亮的。然后我今天毕业就去看了一些我之前跟学毕业的学长姐拍的照片，漂亮漂亮，这我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先放旁边。美玲的自荐吗？没有啦。哎，其实有些影视科我根本就不认识，然后他们拍我拍到一半。就是他们在旁边拍那毕业生，然后我就这样对他们笑，然后他们就拍我，然后他们就直接超害羞，我笑死。再次玫瑰不是美玲吗？讨厌，是人家啦。给点培养土在，真的假的？还是我再重新买一个玫瑰，这样子比较有那种培养感。好，我以后要养，要来养花。先放旁边啊。拜拜。好，我们来，你们想要先看礼物还是先看卡片？选一个。嗨，叶姐，你是可转打折拍毕业影片的理由？才没有嘞，他们真的不认识我，单纯看我漂亮。快点，我看第一个留言是礼物还是卡片，我就先看哪一个。你手上那朵花不是，好不好？来听回应很什么意思？那我关小声音，我关小声音，也被你只 Q 哎，嘿嘿。因为我刚好坐在这边边，礼物 OK 礼物，那我们就来开礼物。礼物的部分，来看一下。哦，嗯，好的，礼物的部分没有很多啦。好，我先拿一下第一个。吃的有保证钱，我跟你讲，吃的超多，应该是说只有吃的，我只能这样讲。第一个是我可爱的妹妹送的，第一个拿到的焦糖风味爆米花，超可爱的，可以装作不认识故意搭话吗？哦，如果我认不出来就可以，我认不出来就可以。两卡饼没有，然后这个是学校送的，大家有看到上面是什么吗？市长奖点心，里面应该都是饼干啦，我也不知道。我昨天去公司的时候，大家说你是市长奖，他们全部给我最 shock， 我觉得我备受打击，你们知道吗？嗯，就是饼干跟一些小点心，这个好像还好，这样。对，你们市长人气蛮高的，人人有奖。哎，你们什么意思？没有好不好？你们班上，哎，你们很夸张哎，你们真的很夸张，我真吓。哎，你们很扯。我跟你们说啦，好啦，我的市长奖不是因为成绩，是因为我为学校付出太多了，你们懂吗？全公司的人都是啊，我有毕业证书，什么时候全班都有市长？谢谢水水的金子罐，一个人送一份超赞。哎，你们。十二层理想，夸张，没有都有过，就是刚刚好。我跟你们讲，就是我的市长奖不是，你们真的不信是不是？我给你看这一面，
都还没拆，我拆给你们看，帮学校争光。对啊，你们很过分哎，每次都把。你讲话可以再夸张一点，我就是这么棒，我真的，大家都说高中三年过得很快，我一点都不，我一点都觉得不，我觉得这三年过得好久。虽然我刚刚开播前我想一下，好啦，还是有点一点点可能会想念一下高中这样子，可是真的死也不想再回去了。他还做了一个封带，是你看李梦纯。李梦纯好不好，是这样讲，其实有些惊讶，没有每个人都说什么哦，全班都可以拿到是吗？我直接傻眼，我们班只有我拿市长奖。大家新北市政府奖状，谢谢大家，给人家一点尊重。口渴吗？你成年了，我成年啦，所以你成年要给我喝香槟是不是？谢谢柏林的掌声鼓励，学校用点心就赚到名誉，不是有奖状的好不好？把它塞回塑胶袋。哎，我妈也还不知道的，妈妈。你知道我拿市长奖吗？啊，我要跟我爸讲，我爸应该很开心。跟他说我在学校不是在混的。给我的学费我没有浪费掉。远远看着你搭上往未来飞的科技，谢谢柏林掌声鼓励，谢谢谢谢当当的六连起六六六六六六，笑的真的超好笑。彩人心之冠，我跟你讲，我跟其他人说，你们知道香槟六连击吗？他们说香槟可以六连击哦，那我就很感动，只有我知道。这句话你也会后悔？我觉得之后我就后悔了，因为我毕业现在才毕业一天而已。我看到请问妈妈下巴合起来没？我怎么知道火箭发好几发哦，你是想试试看是吗？然后人塞扣，谢谢爱乐条，幸运色条，幸运色条。好，现在下一个，你知道他给现役的高中生成员很大压力。哦，那我忘记我还有一个奖杯没有拆。跟我说的头跟我开玩笑吗？拆一波，我都还没拆，因为我毕业典礼那天，我所有的礼物都是全部塞到纸袋，完全没碰。因为毕业典礼那天很热，没有空拆，然后结束之后马上去赶场，然后回家之后直接洗澡睡觉，想说就刚好今天秀。哎，我难得有关于这种东西可以秀，你们就不能让我秀一下，开心一下吗？拜托市长奖，你们以为饼干奖状就是草草了事吗？可是其实有一个好像校长奖还是什么，还家长会长奖那个。亲爱的优秀毕业生，传唱新北之光，优秀学子异彩飞扬，恭喜你成为学校楷模，品德优典范。那个时候我说，哎，你等一下要上去领市长奖。我说，我做了什么需要领市长奖吗？我那时候很傻眼，我到底做了什么？而且那个要彩排，我说可以不要去彩排吗？可我不要吗？抽超了事啊，什么意思啊？嗨，草莓奖，绽放万丈光芒，祝福你，市长侯友宜，侯友宜市长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自己都很，对啊，我那时候就直接傻眼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哎，他不是奖杯耶，我在外面看，我以为是奖杯，是什么？哦。不是奖杯耶，我直接误会一波，是音响。哎、欸，奖杯还比较好吧？啊、哦，它是充电式，有点尴尬。
因为他这样子看就是奖杯啊。那我想，哎，奖杯通常会有一个提拔提手是吗？嗯，有点尴尬。好，应该是蛮漂亮的吧？怎么不是晚上开？我跟你讲，他拿了一个钢笔，我那时候啊，奖杯跟钢笔，我宁愿选钢笔，实用性高的。OK， 好，就是一个音响这样子，突然就领着队。而且那时候我甚至没有去彩排，我就说，我那时候一上台，我就在上面说，等一下往左转还是往右转？啊，他说你领奖，等下就要穿过那个人的右手边，然后就是换你领这样子。我说哦，好好好，我知道了。我直接上去就当场，直接习惯，就很像很常领奖的那种学生一样。其实我第一次领，奖杯也没有。对啊，好啦，音响我觉得应该是蛮有用的。可是上面有个市长奖，不好看。嗨，先是市长亲自，不是校长。快看直播收下去，哎，讲话小心一点。好，礼物还有，礼物好像差不多了。好，这是一个老师送我的，一个女老师送我的。它里面放了一个七七乳夹，就是拿不到的样子。我不知道怎么拆这个礼物。是这样一根一根拆吗？有人可以跟我讲一下吗？这真的拿不到，我再把这掰开。嘿，加冠，掌声鼓励。拿贴纸贴出就好。对啊，吃不到，我要怎么拆？我要这样一根一根拆，是要拆到民国几年？这个洞啊，这里有个洞，这里有个洞。啊，拿出来了，开心开心。这里就一个洞，这样好。吃不到巧克力，谢谢你们哦，谢谢你们。这个礼物是一个学妹送的，不知道是什么。贪吃的就吃啊。最后一道考题，太快了吧，老师放弃。没有啊，我就想用那个嘛，找洞就好了。看一下，哦，好可爱哦，天哪！哦，学妹也太 Q 了吧，送我这个，我最好是会夹。很好看，是我夹给你看。好，不适合我，会不会太可爱？河马鲁鲁米，可爱吗？喜欢吗？不错哎，真的吗？这应该是鲁鲁米哦，蛮可爱，尾巴很可爱。嘟嘟嘟嘟。然后一个饼干，一定要吃的，对，一定要吃的。你不喜欢可以送我。你说这个发夹吗？你在喝吗？七七喜欢喝吗？还是不喜欢？哦，我们礼物已经差不多结束了吧？哦，对，还有小迪送我的毕业礼物，他那天又买了一杯饮料给我，我真的是很感动。跟一些小饼干，别人是破茧而出。小迪真的很 sweet 耶，他真的是超级 sweet 的一个人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讲他。我真的其实很喜欢胡马，不给他。昨天才喊烧的，我没有要吃的呀。而且你们还没有看到最 shock 的东西，你们就在那边。各位，我要给你们看，我一个很疼的学妹，就是她很可爱，所以我很疼她，我就是一个看脸的。然后呢，这是她送我的一些饼干，就是对。一些饼干，一些饼干这样，对，就差不多这样子，不多啦，不多啦。嗨，古早古早，嗨，谢谢陈的贵族玫瑰，就是一些这样，就是他做了一个，他说因为你是 AKB 的，所以我就特别做一个这样子背带，结果把这边弄断了，不然把这边弄断了，就是这样。这样背着，然后我那天我就这样背着走。这是谢的，这是你开胃菜啊！你们真的很浮夸哎、欸！我觉得里面我最喜欢这个吧，我最喜欢这个，超喜欢这个巧克力。除了法式全是吃，我一直闻到很甜的一股巧克力味，是不是有什么包装破了？我觉得有人包装破，这钉书机给我钉到巧克力，真的是不专业。别人以为是卖东西。好了，我要来开卡片了。我先把卡片拿出来。
哎、欸，有照片，你们想看照片吗？还有有一个学弟有用照片。好，然后开始念卡片啊。傻眼，背着走，那这我背到一半还断掉，我才傻眼吧。全部吃掉，等下就不要，我要拿去给成员吃。我昨天本来要在后台吃，结果 我因为跳闪亮的幸运太紧张，然后我就不敢，我就没有时间吃，我就一直练一直练。我等一下再跟你们讲昨天彩排的时候发生什么事。照片最重要。学妹把你当蚂蚁，啊，有融化，真是。好，梦辰学姐，谢谢你愿意给我科普，真的好感动。祝你毕业快乐，在未来可以越来越好，朝着梦想更加努力。我也会继续支持你的，加油哟 ，Love you， 希望你会喜欢。就是刚送那个，刚送河马的那个妹妹。对，我要念卡片。然后第二个，这个是有附巧克力的，一个学妹。我要直接露脸给你们看吗？好像也不是不行，反正都毕业了。是我跟那个学弟，然后我们一起，对，在学校的样子，可爱吗？就是那个学弟，然后就是我，就是我朋友，就是我们老师，跟他说要支持就来握手，先不要，梦辰学，对啊，因为那个 Mina 昨天还说，你们学妹是不是都是哦前辈？我说哪有学校在喊前辈的，明明就是在喊学姐。午安，学弟赚了没有啦？他就是懂漏学弟吗？啊，没差啦，我刚刚就是认识太久了。然后 ，to AKB48 Team TP 某某李梦纯，他说这称号也太长了吧。然后说毕业快乐，某某。自从 BTS 成立，一起表演、一起拍摄后，我们就变得很好。每次只要一起活动，都一定要找你聊天。你个性真的很好。好，每次只要每次听你聊天抱怨什么的，就觉得很好笑。我有抱怨吗？我没有。你也是傻大姐个性啊，呆呆的可爱可爱。这一年来，每次一起别人一起出团都很开心，真的很幸运可以认识这么多对我们这么好的姐姐哦。她是因为她年纪比较小，所以我们这一团的人她都叫我们姐姐。可以当男团成员了，先不要、哦。Mina TV 待太久，对，身后少了 Uni Daisy， 他不懂这么多啊，没有人这么发了。最后还在直播付款，我应该不应该透露他的那个？在 AKB Twice 少女真的辛苦你，以后日文要好好的努力加油，我不是日文。期待以后还能看到某某姐姐在电视上，要想我哦，对对，就是跟我比较好的学妹学弟都会直接叫我们姐姐，他直接叫我们姐姐，然后比较就是还好的就是叫学姐这样。我毕业后就不是 JJ Twice 啊，一鱼三吃。哎，我跟你讲，该怎么说？反正那个学弟还好了，还好。掰某某，啊，后面画了一个可爱的猫咪。好的，姐姐，对，他们叫姐姐。就刚刚那个送我糖果的也是，这个是小花，一个很漂亮的妹妹送的。她说：“姐姐，我有记得哦，因为我说你毕业，我毕业你一定要送我花。”她说：“我有记得哦，我这边还放一个花。”我说：“你最棒了。”那我就可以叫你姐姐吗？不可以。她叫你姐姐，我没生气。没有啊，她很小哎，才16岁。来了来了，哦，血这么少，你看没有啦，我爱你哦，微微。Dear 默默姐姐，姐姐也是很 Q， 刚进来很怕你讨厌，真的假的？我不知道为什么，但事实证明你特爱我。嘿啦，毕业之后也要加油，小粉丝在此，永远支持你 ，Love you， 我的小花在卡片外面。不会坏掉的花最珍贵，微微哦，他好乖哦。他说我的卡片在最外面，他说不会坏掉的花最珍贵，在学校都哪有？那
那李采洁讲不会啊，她叫我李某某，然后她很喜欢这个 Elsa， 所以她都会放 Elsa。小可爱，真的是小可爱，哎，好可爱的。马上毕业后比较爱他们，然后一样小卡片。啊、哦，这是这不是学妹，这是我们班的同学给我的。妈妈毕业快乐，最喜欢你的笑，有够给他甜，有够给他甜是什么意思？这几个都是没有，好不好？我没有。其实有些不认识的就突然拿给我卡片，我说哦好谢谢，我也没时间去看，我也没时间确认他的身份是谁，我就真的不知道。然后，而且你真的超没包袱，跟你没很大的相处，但真的觉得你人很好。我还偷抢你小朋友，哦偷，因为我之前不常去学校，然后跟我比较好的朋友就变得跟他比较好。可是我还偷抢你的朋友一小阵子，但我是爱你的。好，同班同学 ，OK， 没问题。与团契的身份地位完全相反，没有，在班上我还是那样，可是就是后辈那种啊，就是学弟妹也类似那种后辈，就还是会比较礼貌。然后这个是，也是另一个学妹，团内的另一个学妹，给你们看我们团体甜甜的照片，可爱吧？这个亲吻他人的这个，我被戴绿帽的意思吗？什么意思？然后念卡片，反正就是最漂亮的某某奖，他们都叫我某某奖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喜欢叫我某某奖，很烦。对，我被戴绿帽，我真的回去我真的没朋友，我说你在搞什么？你怎么可以抢我朋友？他们假日还约出去玩哎、欸，我气死。好，我开始念。最漂亮的某某奖，刚开始认错我超白目，就是他把我认成一个很漂亮的女生。他说：“请问你是叉叉叉吗？”我说：“不是。”我那么强吗？我没有这样强迫，好不好？我真的没有。实际抖抖。好，因为 AKB 对，从以前到现在两年嘞，最爱讲 B 化双人组，又同星座哦，我超喜欢他，因为他跟我同星座，然后他跟我个性很像。然后生日差了一两天，可是我没有你的那种大摆哦。他最近很喜欢一个学长，我就说快上啊，在那边唧唧摸摸什么摸摸唧唧，被排挤没有？太 happy 了，难怪没哭哎、欸。然后这句很重要，大家仔细听。看到你忙公司活动到很晚，隔天还来学校又表演，真的辛苦了。明明一脸含牛羊，却是一个樱花妹。这个很好笑，不管怎样都还是浮夸漂亮，讲话也是很浮夸哎。我知道你一定会想我的吧，再忙都要休息。等我18岁交男朋友的话，一定要幸福，不要受伤。我一定会想你的。能进高校认识你们，我真的很开心，也很幸福，有你们的爱。我李默默宝贝毕业快乐。确定有写，我确定有写这一句在这边。这边表演又辛苦了，这边是真的，大家，我要自己加，我可以加的更浮夸，你们不要不相信。下一张，这个我就是不知道是谁了，不用真的分享，目标哭并没有，对，好的。最美丽的 AKB48， 我真的是不想说，就真的是这样子，你们不要再说我骗人好不好？真的，反差太大了。最美的 AKB48 GP 梦辰姐姐，毕业快乐！我们以后就只剩很小很小的机会见到了，希望以后你可以常回来。孝青还有要毕业了，希望以后在你自己的团体可以继续发光发热，天天开心，一直漂漂亮亮。以后我就听不到有人叫我芝芝了。我会超级想念你的，对，因为他这样本名叫某某子，然后就是只有我会加子子子子，我就是一个很喜欢给人家取外号的人，不要即兴加死，我就没有，这真的全部给你们看，就真的是这样子没有错。看完了吗？就是这样，我真的是完全照原版念，好不好？
我只会画这个头发。It's me， 不要忘记我，我是子子。好啦好啦，乖乖。然后他超爱说呱呱，我不知道什么，他是很喜欢鸭子还是怎样，我不知道，我不清楚。他画了自己，怎么可能都没人 diss？ 同班同学才会 diss， 像刚刚那张抢朋友的，学妹哪敢 diss 啊？你买一张多少钱？你买？好，不多不多，卡片差不多。哦，还有一张，还有一张 ，To Erica Happy Birthday。谢谢你都把我的改变说出来，我超级开心的。只要有人说我有成长、有进步，我就会更有动力。你也是，生日快乐！当然，艾瑞克生日快乐！这是我塞很久的梗哎，我把你留在这一张。反正卡片一定刚才才写，哎，我之前都是直播当场写哦，我这是刚才就准备好的哦。我真的存很久，谢谢艾瑞克大声说爱你，他在啦。好，我刚刚就说你会跟我到结束吗？他说不，如果不跟我到结束，我就直接把卡片拿出来。生日快乐，我的可爱小卡片，真的超可爱的，一个小番茄，不客气。你要截图吗？我给你截。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！嗨，新人猪孙悟空！哇，拆完了，拆完了，真开心！真开心！哦，这感觉蛮好吃的哦！谢谢大家，不客气，不客气，祝福一波！因为我的床还长蚂蚁，超多吃的。然后跟大家分享昨天彩排的事情。默默太有心的说什么，是不是？这有点那种 mini con 的结束，然后后面的小惊喜那种感觉。我们也有送你生日礼物，对，我很喜欢。我真的很喜欢，我真的是，我知道，我以前是不会这样，就是我以前看到卡片，我会这样，我会这样平平淡淡的过去。然后现在我开始看卡片跟收礼物，我就说哇，怎么那么可爱啊，天哪！然后说哦哟，讨厌，我会开始这样子。我很想把反应给你们看，可是没有办法，就是规定。对，我也很想开你，就是对，没办法。有，我没有收到。偷跟你们，就是大家都很喜欢。我只能跟你讲，大家都很喜欢。大家看看，哇，太美了吧！就是这种感觉。变了，变了，什么意思？三八，对，变了。对，我知道。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，我也爱你们。哎，讲太多话，我不懂。哈，两三年而已吗？我以为可以放很久哎。那不是晒干的吗？因为我还想把它拔起来看，就拔不起来。恭喜杨雄开通会员，谢谢。这突然的爱我们太致命，不行啊！两三年了，可惜，真的可惜。对啊，我那时候想说拔起来看看，结果不行拔，我想说算了，不能晒太阳。哇，这么恶劣的生活环境，他做得到吗？啊，偷偷跟你讲，那个衣服，你一拔，我没有拔，我就说没有拔，我只是轻轻的想要拿起来看看，我发现哎，你拿不起来，我就看一下下面，哦，粘住的，开学要开。好，嗨 K， 二十七层哎，我最爱的歌，什么衣服？我儿子什么什么？
对啊，什么花什么衣服，我没有收到。看一下，签名我的会员卡。哎、欸，对，我改新签名，大家有发现吗？新签名。有，没收到怎么发现啊？可怜，生日版本，对啊对啊。可是因为第一开始会员我还没改，然后后来又签了第二批会员，所以两批会员的可能会不一样，跟你们讲一下。啊，对了，我还要跟你们讲一件事，但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日历。我明天直播因为有事情，所以明天下午4:30的直播因为有事情，所以我改到6月25的3点开始。然后走了，哎，什么意思？我等一下会再发 IG， 我先跟你们讲一下。对的，6月25，所以下礼拜有3次直播，3次看好看满。因为27、28握手会嘛，所以就没有排直播，直播一波。大家棒棒。3次，对，你要帮流浪神奇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等我直播好评。对，我们没有人看我直播，大家都去过过端午节。明天下午的时间我还在回去的啊、哦、，OK OK。3次看好吗？大家集勾勾的时间到了，把勾勾集起来，等等会发现的。青春出发，随着梦去的天涯，让一个大冒险家，迎风启程。毕业的时候，我们刚决定好毕业歌，国中的时候，然后我们就一直练这首歌，就毕业当天哭死，没有人在意要唱毕业歌。然后我们这次高中，我甚至是当天才知道毕业歌，然后完全没听过，然后我也在旁边滑手机，我根本就不想唱。没有勾勾断光了，真的假的？勾勾就是你们名字旁边的勾勾啊。哪3天？我给你看一下，下礼拜是22、24、25，就是134。对，134。好，礼拜一是刚好刘浪人生日啊，一起过。对啊，22生日。我就是有时候我会就能挑在你们生日当天播就生日当天播，可是我有思考过一下，就是我怕你们生日不想看直播，就想出去玩之类的，我就犹豫很久，到底要不要在当天播。你上次跟我们看学士服的照片啊、哦，可以啊，选择看，哎，什么意思？好啊，没放假太可怜了。我真的不知道该不该 po， 因为你知道，就是有些人也没 po 学士服。我跟你们讲，就是大家对自己的要求都很高，不是他们没有拍，也不是他们怎么样，就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拍的照片太丑。我们都知道你们有粉丝滤镜，看起来会很好看，可是这样子我们觉得不好看的照片放在我们的版面上，就会让我们心情不好，所以懂了吗？明天看头超晕，我要建议把身材相对的放相反位的。身材相对的相反放相反，等下，身材相对的放相反位什么意思啊？粉丝真的吗？你们当天不会想要去过节日什么的吗？如果你们想要
当天我就尽量安排当天，没事的话，看一下这个，哦，花絮。我们的摄影师都会放一些歌，就是帮我们增加一些那个活动。可爱吧？我生日虽然过了，但我生日你刚好有播，哎，真的？你不早说，生日快乐，先晚祝你一下，对不起。谢谢毛牙掌声鼓励。比如说你跟某迪都拍在一起，哎，嗯嗯。照理说你跟小迪不该在旁边，该在对面啊、嗯。对的，对的。等一下，排在一起不好吗？可是这样为什么会头朝晕？排在一起比较容易被看到。摸摸扇子我都朝啊！哎，哦，嗨 Vivi， 哎你很过分哎！摸摸昨天很棒，谢谢。Look I love。节日当天你看摸，哦，都闪光，不过动作很可爱。哎，其实我可以调一题，你们排一起还不能同，过分，太过分了。小迪真的太严格了，像我的话我就可以很 free， 真是的。小迪是贤妻良母的说，我下次跟他说不要太在意这件事了，粉丝就一起共用吧，你就可以用了，你可以40分的小迪注意，没关系没关系，我下次跟小迪讲一下，我说不然有些粉丝太在意，就没有办法好好喜欢我了。跟他说我飞一点，好，来，哎，谢谢保罗的萌犬项目，哦，这好可爱，是什么？太可爱了吧！扇子快可以拿出来，对我帮你解决这件事情，不然粉丝这样很尴尬，我会帮滴滴忙的啦，就是一些拍的照片。就不是很满意，每次生写真的照片我都觉得拍得不好看。就不知道为什么，好像大家穿这件衣服都有特定的默契，就是把手放墙上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对，就是这样子。哇，有心理，对啊，很可爱，对不对？嗨，飞行蘑菇，然后给你们看，就是跟我穿护士服，然后才接穿 UNIT。其实我原本想 po 护士服，可是如果 po 嘛，我也忘记，反正护士服就白色衬衫，好像没有什么。对对对对对对，哦，有可能有可能，就没有什么特别的，懂吗？笑死，还要被鼓励，很好笑。护士服你那时候找不到照片，对啊，没有我自己的照片，就是我跟涵涵的，然后我也全部遮住，我也不知道看什么。对的，对啊，我那时候你看，就上面是合照，然后这个是那个，然后这个就没了，完全找不到护士服。太尴尬，看一下还有什么。我给你们看那个柏林传给我的，好多照片，对啊，给你看，嗯，小迪，然后这个是
陈诗雅。哎，没了吗？陈诗雅。我要解释昨天那个 mini hang 那个每个人都来一口的意思是什么？吃火锅吗？没有没有，就是我们去好像去什么地下街之类，然后反正就大家都各买各，然后东西都不一样嘛。我就是很喜欢吃多样化的东西，就喂食对。反正我就是因为我觉得说，哎，我们他说比如说烧肉跟烤鸭这两个东西好了，我说哎我想吃烧肉，然后我就说那我吃烤鸭，我们互吃。他们说哦好啊，是可以吃到不同东西，不觉得很好吗？被讲都吃很大口。我并没有，我都是让他们选，他们要给我吃多少。我跟你讲，昨天他们那个一定是讲不到讲什么，绝对没有这一回事。我真的是，我也不知道该跟你们说什么，这真的不是我错。Yeah, right. 饮料洗，那真的很浮夸、啊。我跟你讲，有一次，然后继续播歌。有一次呢，丽泰姐姐就跟我说：“哎、欸，我可以，我就说我可以、欸、喝一口吗？”我说：“好啊。”我小心一点。我说：“哦，好啊。”然后我就喝一口，然后他就看着我，他就这样看着我吸管。我说：“你干嘛？你干嘛那么认真？你是怕我吸很大口都不是？”然后丽泰姐就说：“对啊。”然后我就说：“哪有人会吸很大口啦？我就这么再怎么多也就那样而已。”然后丽泰姐就说：“没有，我跟你讲，我姐就开始噼里啪啦。”然后我就跟你等下跟你讲柏林讲什么，然后。李彩杰他就说，你知道我姐她每次就是她说我可以喝一口吗？就是她放学回家，然后她姐就看到她有拿饮料，她说我想喝一口，然后就直接吸到底耶。然后柏林这时候在旁边补了一句说，就不认识的人就是这样稍微吸一口就好，啊认识的人就给他往死里吸。我听到这句，我直接笑死。昨天说那个讲电话的人嘛，讲电话。啊，讲电话，对，因为那时候我不是跟你讲我们很爱玩吃鸡吗？然后李佳丽就在那边凶我们。所以他是把那个用这，我也不知道怎么讲。李彩姐，李彩姐超爱饮料，因为她很在乎，就是因为她花钱买了饮料，就是她自己喝这样。对，真的太好笑了。我要跟你们讲一下昨天彩排。昨天啊，就是彩排的时候时间好像有点早吧，然后大家就处于一种昏沉的状态。然后直到我跳到闪亮的幸运的时候，大家才醒过来。这句话不是我自己讲，是老师，就是后来舞蹈老师。后来我们跳完之后说，就是你们前面有种，就是你们有在笑，但是感觉没有精神的那种感觉。直到闪亮你们幸运，你们才开始有活起来的那种感觉。然后大家就开始笑，然后因为原因是因为在闪亮的幸运，我不是就单纯跳闪亮的幸运，因为他前面有那个什么干冰机还是什么，我不知道，反正就一堆烟雾一直往我脸上喷，然后我那时候就顿时一个就啊啾，就那种那个超大声，然后像那个柏林还小迪，柏林跟小迪嘛，我忘记谁跟谁，反正他们两个就被我吓到，然后大家快笑死。就 I want you， 知道知道，妈都知道，对啊，我看到他们笑死，然后后面还跳错，我就因为一直想打喷嚏，然后我就一直疯狂跳错，然后大家就一直笑，用这个方式来，我真的憋超久，你们知道我憋了很久，我就表情一直 I want you， 然后老师说你表情很怪哦。很烦呢、欸，哎，忘记了，这样。哎，不是爱王曲，我记得是哪一个？那个。反正就是我面对 Mina 的一段，然后我那时候我手就这样架着，然后麦克风我放着，我就没有不敢把手伸上来打，然后就直接对着 Mina 打喷嚏，然后 Mina 就，真的很好笑。我直接把喷嚏往 Mina 脸上，好笑。嗨，佩森 ，Mina 感到脏脏，这很好笑。啊，你们在说什么？
当时，哎，什么意思？因为什么？你们可以去问他们，他们说，哎，可以在直播上讲吗？我说可以啊，啊，殊不知我比他们早直播，真的很好笑。我们有喊默默好说，有听到，我听到几个，哦，你们怎么那么可爱，讨厌这样子。小梦有一点不一样，不然我该怎么样？哦，不是口红，算了，掉了。思雅直接不以为意，没有，思雅也笑了，好不好？哎，还是我来吃小迪送我的礼物。对啊，不想吃，还蛮饱的今天。我还没想好握手会要穿鞋。粉丝公然说谎，喂！也是很过分，要夸就夸到底，好不好？什么装傻？我觉得你们穿高跟鞋跳这么自然，真的很厉害。我也希望我们跳得很厉害。对。谢谢宝宝的 kiss 啾啾。就是说怎么办？因为每次 mini cast 玩，就是脚的那边都会很痛，就是你知道，比如说这是我们的拇指，然后这边脚的这边就会很痛。我是会这样，我不知道其他人会不会，就有那种肿肿的感觉。对。可是因为我们老师也说，这种高跟鞋已经不算高了，所以你们就再站不稳也很夸张。然后就我们不能，我们不能这么弱，我们一定要练好这个高跟鞋，虽然很矮。不是说你，我知道啊。你说跟小迪感情进阶了，直接被啊？那是因为他不知道，思雅不知道这件事情，你知道吗？因为那个是昨天，哎，前天就是 mini concert 的昨天，就我跟小迪就是走路回家，就回家的路上，然后我就跟他一直聊天，一直聊天，然后他就说，哎，其实你也是一个蛮适合。我说你是，哦，是我先开始这个话题。我就说你是不是不太容易跟人家敞开心胸？因为我还蛮在乎小迪这个点。对。然后小迪就说对啊。然后他就说他都只跟思雅。我说你还是会有敞开心胸的人。他说有，但是不多，大概就思雅。然后说哦。然后他下一句就不说，哎，可是其实我觉得你也是个蛮适合谈心事的人，就我跟他讲的还蛮多的这样子。我一直都跟小迪感情还不错啊，你们是要开多久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有意见哦？嗯，芥末口味。结果被思雅说是客套，哎。如果是要我选出代表青春那个画面出现的那几眼，生日会变火，我觉得你超级瘦，小菊是不是？不是，你们这很夸张，我跟你讲。因为我小菊不是穿自己的衣服，所以他有点宽，你们懂吗？像那时候的客套，公演上讲出来，因为我们讲了之后，我们就到处去跟别人讲，我说哎，你们觉不觉得小弟很客套？然后他们就对，就是毕业歌合集，太宽，对，我觉得就这边有点宽，会显胖。听说后来小迪在他直播上要否认，对啊。那你
小迪送的呢。不过他怎么冷风？对，小弟。我跟小明这 CP 是很久以前就组了，很久以前，还没分 Daisy 的时候就组了，自恋组 CP。有啊，小弟超级，他说以后说实话。有，他有一点点改变，我有看不见他的一点点改变。有，好不好？以后就爆眼看默默的 diss， 有可能，有可能，实话总是伤人的，对。那就小迪啊，会不会有一天时间真的能倒退，摧毁你的我的回不去的悠悠的岁月，也许会有一天。好，我们觉得内向跟外向差别超大的，反正他很可爱，可爱就好了。我的芥末好呛哦，它有辣味的，我不敢吃辣味。他说你要不要吃辣味？我说我不要吧，然后他就给我了。很好笑，太开心。然后思雅这个 CP 呢，是妈妈妈妈类别的，你们知道？就是这样吧。That's right. 有点好奇小迪有没有曾经呛过。我该怎么讲？就是已经说他是客套人，他当然是不会做出任何伤人的言语，你们懂吗？我呛过你，其中大家都会做，可是小迪不会。跟你们讲，小迪太可怕了，他一直觉得自己很胖。啊，就跟我们一起减肥，那、啊、我真的不知道该拿什么眼睛看他了。你又说他客套，小弟我爱你，对不起你，我不该说你客套，对，他对我不客套。好，现在我很满意，因为他对我不客套。第一次知道体重在这里很敏感，不会啊，在我这边还好，不是客套啊，是体贴啊，体贴，对对对，哎，换说法不错，你不错，谢谢今天 Kid 啾啾。他很体贴我们每个人，因为我们大家年纪都还小，他不需要让我们的心理受伤，是不是？小迪，我改变说法了，说法说法，我是不是做得很好？谢谢明天告白气球，反正就是这个样子。我们粉丝都很体贴的哦，你们是在说你们讲的不是实话吗？对啊，你们今年夏天也很有感触吗？现在解释为十一万，不然啊，我改天再跟他讲。哎，你们有看那天完全娱乐的直播吗？我要跟你们解释，那个完全没吵架是真的，而且我们也不是到完全没吵，就是在吵架之前那个临界点就会马上停下来，所以我觉得你这边可以再怎样怎样，就是大家越讲越，然后到那里面你就会突然开始不能吵架那种感觉。好怀念，对啊，完全那个啊，我们团跟那个 Per Six 的直播，你们可以去看回放。 Oh my god， 感觉很辣，要吃吗？再吃一个看。会啦，会啦，好啦，那还蛮好，对啊，哦，是，
是真的不会吵架。太饱了，我得喝牛奶。大家喜欢我们跟 Per Six 一起吗？因为我们最近好像蛮多跟 Per Six， 虽然我还没有在节目上跟他们接触过，可是我们真的打招呼 就跟思雅说的一样，有点小尴尬。喜欢吗？大家好，我们是 Per Six， 他们真的很漂亮，互相拉。对啊，我们很漂亮，我最喜欢嘉轩。你们在推他们，我们哪有在推他们？不爱熟就好，不太熟，对，不太熟。他们没有握手会啊，怎么可能？他们就他们那种性质的偶像，应该跟我们不一样，应该不太会有握手会，应该是签唱会之类的。非常明显。比较偏艺人，我们是素人。那么，那么酷。好，无法想象哎，台湾的团体有握手会。不能浪费小弟的爱。我们要算素人吗？没有啊，不然什么叫像艺人？为什么要分开？你觉得偶像跟艺人，那你可以跟我解释一下差在哪里吗？辣，可爱。机长会根本就排队，你就拍那一下嘛。比较多吗？表演，他们也是会有表演性质的。好吧。
大佬喝茶。小迪帅，什么意思啊？他那么爱我，干嘛报仇？他级别差很多。对啊，啊，会吗？我有香槟，不不不，我有水，不是我香槟。成年了 ，OK 啦 ，OK 吧。哦，台湾电竞女孩，对对对，就是对了。看你有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解辣的？巧克力可以解辣吗？不行吧？对了，要开爆料，我才不会爆料嘞，就是昨天呐、啊，没有啦。啊，昨天我在录后台，录一些有影片，我给你们看。我在录那个应援棒的推荐。嗯 ，OK，OK， 超尴尬。哎，这可以解辣。小迪录的，他们在那边呛我，因为我每次录音的时候，就是我会，因为我们都很吵，你知道我们女生都很吵，然后我就说现场收音哦，五四三二，然后他们就安静，超可爱。请求默默支援。这个酸梅。小弟拍你哦，对啊，然后柏林那边说尴尬，超欠揍，给你们看，大家快看看哦，傻瓜，大家有看我昨天现实吗？昨天现实超好笑的，拍照多次，所以我们拍完我们超甘心。前面一个，我们这把快成功了，喊就在那边笑。分泌水，我觉得那种分泌水解压真的没有很快。哎，是我先说子萱没有找我拍，他才讲的，好不好？然后我们还要拍另一个版本。一直笑，哦，这个真的是躲起来吧，就一个一个探出来。如何把 Pocky 吃的性感？你要来混？哈哈哈哈哈！超好笑，超好笑。杰西，杰西不在我们休息室。如何把 Pocky 吃的性感？Mina 怎么在后面？他怎么会在后面？如何把 Pocky 吃的性感？我刚刚看到他怎么在后面。大家快来支持我们的 Uni Daisy！ 这是我们主特地用这个 Daisy。我们有两间休息室，我们每次都会分那个。嗯，我们都会分两间。大家快来支持我们的 Uni Daisy！ Daisy 啊！哎呦，再一次可你为什么会有这么多 Pocky？ 没有，一盒 Pocky 里面就会有很多根啊，一些真的 哦，你们不知道两间哦，哦，因为然后我们休息室不是自己分配，我们都是姐姐分配，就是看哪一首歌，就是你看就是一组的就会在一起这样子。那天使的尾巴比较会在一起，因为他们的尾巴要装，那尾巴就会放在同一间。嗯，大家来快来支持我们的 Uni Daisy。
唱小。Uni Daisy。好像就是刚刚他们唱我尴尬的那一支。谢谢明天他都喜欢你。差不多。就是，我给你们看一个很酷。这个。你们看，这是我敷半脸的样子，就是那种如果你出去一天，然后回家，然后还要再出去，然后发现你下面的妆都花掉，就这一块的妆会比较容易花掉。发现就花掉的话，没关系，不用太紧张，直接把妆卸掉，然后敷一块面膜，大概敷个十分钟左右，把它撕掉，然后再继续化妆就可以了。你没有发这张，没有，我好像发大家的版本。刚赵宁在吗？啊，他不在，因为那个时候还没开演，你们还不知道是他跳。我觉得解辣嘞，还蛮有效的。因为那个时候我想说我要开场前发，可是对你们还不知道张元英跳，所以就没有办法发他。嗨，鬼子哥，好好看，是不是？有没有？我们那时候就说，有点泰国的口音，还是那个印度的口音？印尼，雷星，这是我们 Uni 的 AC， 是说香槟有效吗？有，很有效，酸梅会让你有口。哦，真的吗？我觉得干干的，没有什么绿。嗨 ，Lisa。看小一，火箭更有效。哎，说实在，昨天有点对不起，就是昨天有点时间有点 delay 到，然后导致我们 MC 就是不能聊很多。但我们昨天应该还可以更好笑，我们昨天 MC 可以聊更多东西。然后就连前第一次前排的那个自我介绍也都变短了，就是因为怕时间不够，你们懂吗？你那眼神是要我送香槟哦，懂吗？所以你们不会觉得昨天那个时间快很多吗？因为我们有那个场地时间，因为全家他们那个门票印错了。我们说，再延三十分钟。我说，好哦，那我可以再练一次。我就一直练闪亮的心，昨天上班不能去。昨天很开心，还是很嗨。对，所以票有卖完吗？因为那个时候姐姐就说在后台跟我说，今天人很少哦，你们票都没卖完。我说啊，真的吗？然后我们就很紧张，然后我们出去，哇，超多人，是怎么样？我们快笑死，骗一波。真的假的？啊，感动一波，真的感动一波。因为我们那时候想要平日，然后票没卖完，我们超自责。安狗前的时候，大家祝你们毕业快乐。有，我听到说，他就说那什么雨露梦，我只听到雨露梦纯毕业快乐。然后我就谢谢你。这是谁喊的？你们是打算每次安狗前都要喊一波这样子的样子？还有DD52，对不对？还有DD52。其实是有这种花十分钟延后开，没有关系。是我知道是那个全家那个印错。啊，加你拜托啊，不是雨露，听说还破音，对啊，因为很大声嘛，也破音一定要的吧？对不起，是你，我记错了。他说雨露，不是你们的错。关系，大家都没错，都要辛苦查查，谢谢查查。有时候发生太好，在下一秒钟，命运如何转动，没有人会晓得。我说希望无穷，你才没有成功。
罩一定破音。对，你们还戴口罩，我真的觉得你们戴口罩真的是很可怜。我也不知道该拿你们怎么办，希望就希望可以快点解禁，就是快点解禁。是说你记得你上次直播扮鬼？我跟你讲，因为我妈妈都会看我直播，所以我每次下播完，然后我妈说，我刚刚被你笑死，哪有人扮鬼自己被自己吓到？对，我还记得，我觉得她喊得很好，她讲超多话不会的，对，辛苦了，经理辛苦了。台下又很暗，还蛮难看清楚粉丝。对，所以我真的只能看就是应援梯，大家应援梯穿好，我就一定会看你。就我的应援梯还蛮亮的，半怪的笑。我妈妈也那个，不过因为有口罩，我才能大喊，不知道是谁喊的，对不对？聪明，聪明，聪明。那你下次就是就算解禁，你还是戴着喊。就你要喊 call 的时候就戴上，然后其他时候你就可以放下。嗯，看得到，看得到粉红色衣服。就是坐比较后面的，就只看到脖子以上那种就看不到衣服，可是坐前面的我都还看得到，是这样子没错。真的毕业嘞，完全不用再在意学校那个。有粉丝 P，、哦、我要看啊，什么意思 ？P 什么图？我在山里看前面粉们很清楚。小猪什么东西？小猪是什么东西？你看我头厉害啊！你不错，你真的不错，你很不错。笑死，白痴啊！哪有人这样子的？不好看呢。电影海报不是很狂，我觉得还蛮狂的。这个有厉害到。可是刚刚看起来不像我，你知道？不过做的不是我，是谁啊？谁做的？哪一个坏蛋？是哪个坏蛋？哪个坏蛋念最可爱的默默做出这种事情？嗯？嗯？会下期啊？什么时候上映？大概就是八月初的时候，八月二三、二四。大家期待我们下一场吧。七点雪季，哪个坏蛋叫他来看直播叫他出去？哦，乖啊，来啊，算是不错，这我自己承认啦。谁？谁？笑死我！想要求提个，哎，我也想要传给我。原来默默电影女主演鬼的部分才会叫我，是不是？金志明，对啊，期待期待一波。我想知道会有人升格吗？做消失了什么意思？八月二三，我应该在高雄，是我弟生的。哎。对，全新的。你确定你不来吗，志祥？这是全新的一场演出哦。昨天还以为要现场，应该不会这么快啊。太多人了，公司要养我们，这次真比较贵。他刚刚还在直播间啊？谁？这样就更可恶了，做了图，然后又就离开直播间，是谁？而且保罗的花开正当时，可爱。
这特效太可爱了吧！看完我可能没爸妈了。喂，什么意思？那晚点放线是他。今天大概到5:30，我要是默默的伙食费，伙食费大家从来就不是自己，从来就不是公司付的，你们懂吗？你懂吗？虽然我很不想这么说，但是我能说，就最近公司发的便当，厨余我变多了，就代表我吃的量变少了。我真乖，我真棒，找一个。凡士林让我肌肤更亮一些。Spice 广告。那么伙食费烦恼的是梦吗？哎，我跟你讲，我妈虽然不常煮饭，但是她煮的饭我都很爱，所以辛苦了妈咪，我爱你。变难吃的400公司没有，不是什么意思，是我变得懂克制了，好吗？嗨，飞行蘑菇，上次 Steve 到的便当厨余完整的，看起来不错，嗯、啊，有完整的是怎么样？你们还去看厨余是怎么样？夸张哎！他们在看，要好好说话。当然，一定的。意有所指什么意思？而且我妈会帮我做那种，就有很多菜，我妈会很坚持，就是说。是一天一定要吃青菜，因为我自己在外面吃的话很难去，就除了便当很难会去买到那种有菜的，比如说水饺啊、面啊、饭啊，就很少会有那种特别有青菜的饭，所以我在家我妈煮的话一定都会配青菜给我吃。在等你们上车无聊，看厨余无聊在看厨余，天哪，开始说妈妈好话。哎、欸，流浪，你们真的很过分哎，就不是那样，就还是很好吃。你不信可以问小迪，他一定会说很好吃。因为我跟你讲，昨天我就说了一件这样，就是好像诗雅吃烧肉吗？然后小迪吃叉烧，我吃烤鸭，然后我们三个人我们就换，小迪去找诗雅换，然后小迪再把他的分给我，然后再拿我的烤鸭。我觉得最好吃的好像叉烧吧，叉烧比较好吃。你妈有顾到均衡，对啊，然后倒的比你还多嘛，诶、欸，没有好不好？哎、欸，我不知道，我只在乎我自己，开玩笑，太惊讶，别人是怎么这么看我的？而且他沙拉跟小弟可以吃，但是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吃猪小小尾，我也不知道。而且每次跟小迪在一起，我就想学，就是这条街最靓的仔，这条街最亮，那个亮很难发音，你们知道吗？最亮的仔，这亮女宅，女，哇，好痛苦啊！天哪，我发不出那个音。可是你说小迪磕到还要我们相信他、啊、对了，反正我就是需要你们相信他，都是单细胞的苦。什么意思？还要怎么样？哎，你们什么意思？就相信一下会怎么样？就知道什么事情是真，你们要有判断那种事情是非的能力，好不好？你改天也直播打给小迪，那、啊、我打给小迪，我要讲什么？讲说小迪，这里你在干什么？好，我怕他暴走，因为我不希望他如果讲了什么不该讲的话，他就完蛋了。那个海报、啊、什么海报？嗨，是你，嗨，大不点。
哪种不该讲的话？就是他私底下比较会跟我们讲的话。刚那个鬼片还有啊？哦，那是单细胞吗？他不是说他不是作者吗？就是判断完才说这些话的嘛。呀，你不可以知道啊，真是，不要想偷听人家秘密。爱鬼之歌，单细胞提供的素材，那谁做的？是你，是你做的，对不对？是不是你？你老实说。我现在那个小提包会不会接？大家看看。Never。 好，我打开小笛之后，接通了之后，我五秒不说话，五秒不说话。哎，单细胞，不是啊，我就想说，怎么可能？真是太过分了，心跳130，为什么？等下小打开小笛，为什么好可怕？喂，你在哪？我在板桥，干嘛？哎、欸，哎、欸，怎么？等一下，嗯，我在那个直播，嗯嗯嗯，然后就是我讲到说，就是昨天问你那个最亮的仔怎么讲，然后我忘记了，我好痛苦。啊、嗯、啊！你说是最帅的，最亮，最亮，最亮。最亮漂亮、嗯、那漂亮靓靓靓仔靓仔，对，靓仔就是帅哥的意思。那这条街怎么讲？什么、那个 oh, little guy little guy little gay little gay 这是什么？笑死。你讲一次 little guy 就是这条街 little guy， 对， little guy little guy 最靓的仔，呢条街最靓仔，呢条街最靓仔，是吗？你可以说，就是比如说，你看那个帅哥，你说，那、嗯、你是想说这条街里面最帅的男生，嗯、然后你就说呢条街最靓仔嘅仔哥，哦，这样，对对对对对对，眨眼，你问我在哪，我以为你在我腹肌一笑。我刚你说大屁，好啦，你怎么有什么？等一下你说什么？我说我在直播。我说，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次，你再说一次。我说，我刚刚在蹲厕所，啊、刚在大便的时候，然后你都问你在哪？我以为你在我的，就是、我也在大便。这样。啊，不妨跟大家说，就是我们两个是 TP 大便王。可以。OK， 这是我们的 CP 组合。好了，没事，没事。好好，谢谢。爱你哦，爱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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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他们说你不是客套王啊，你只是讲话比较贴心而已。对，怕大家伤心，你知道吗？对啊，我刚刚有解释过，我刚刚帮你解释过了。哎，谢谢，谢谢。不客气，不客气。你真懂我。我真懂你，我是你会讲那心事的人，开玩笑。你是那条鱼。对，鱼。好，我等一下再跟他们讲是解释一下那个鱼的故事。好好好。好，拜拜拜拜。拜拜。拜拜，爱你啊。好，我跟你们讲一件事情，就是听你那边，放你们两个。好了好了，等一下，我帮。OK OK OK。啊，可恶，错过了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形象都毁了，没关系，小迪跟我就是这样子，我这样怎么会大？我们大便都是香的，都是香的，你们懂吗？不行啦，我刚刚讲电话，你们刚刚真的没听到他在哪哈？因为我真的是太常，就是你知道，就是我就很习惯。一打电话我就说你在哪，我很习惯先问你在哪，不管我的事情是什么，我就说你在哪。我怀疑人生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你不要打扰小迪，你们自己想一下，刚刚那句话是谁先开始的，谁先讲的 ？Hello。
CP 大巴巴王。对的，有人会信吗？当然会信啊。不对，你不要跟我开玩笑。好，我要跟你们讲那件鱼的事，就是他刚刚说你也是那一条鱼。就是呢，我们前年跟祖祖在玩游戏，就是祖祖在玩一个心理测验。你们知道一些东西吗？就是心理测验，比如说，好像就是 有一题啊，有一题提到就是我们进了一间森林里面的小木屋，然后旁边有一个鱼缸，那里面的鱼缸会有几只鱼？然后那时候我跟小迪的答案都是一只，然后采集的是很多只。然后祖祖就跟我们解释说，那个鱼缸的鱼里面的鱼就是你可以谈心的人，就是你可以把你重要的事情跟人家讲出去的人。然后我跟小迪就只有一只，然后说哦，原来我是这样的人，我是这样的人，就是我有跟小迪也有谈到的时候，就我不是那么就是容易敞开心房的人，就大家可能看我看起来就是很快乐很怎么样，反正我自己私底下的事情我不愿意跟人家分享，也不是不愿意，就是我是觉得没有什么好分享，就很无聊，应该没什么人想听这样子。然后小迪也说哦，我也是这样觉得。然后我们就说，我们看来我们的鱼缸都要多再加一条鱼了。所以那个人是谁？什么？我也不知道我的人是谁耶。其实分享的前提是食物。喂，你呀？啊？这个你以前好像说过，哎，我说过了吗？没有吧？我第一次说，哦，对对，哦，你说那个心思那个，那彩姐说什么？彩姐说。啊，然后祖祖就说李彩就是一个很天真的人，他就什么事都可以讲，因为他也没什么秘密，他没什么秘密，他反正就是那种心理测验所有题目，他就是那个最开放的，就说哦，我觉得都可以啊，就是很多朋友，然后很天真的一个人，毕竟他也还小，然后报名当那个人出去，什么意思啊？不会特别哦，对对对对，因为大家，因为，那你简单解释一下好了。我当团宠的原因就是因为，就是其实我也就是会让别人喜欢跟我聊天，对，就不会讲话也不会带太多负面的感情这样，然后就算负面也可以负面的很好笑这样子，对。刚刚有一张卡片说你跟我抱怨的时候就觉得你很好笑那张，对，蛮好笑的。我就是团宠啊，我跟你讲，我是以团七之名的团宠 ，Mina 也这样讲，没有，他没有讲。他说：“那我也是团宠。”我说：“你不是，你是货真价实的团七。”对，没有错。所以我从今天开始就是团宠，大家希望我可以理解，就是这么受欢迎的一个人。那我这样都跟你讲，啊，对不起。当团七的原因呢，就是因为一开始大家以为我是团七。其实我是团宠啊，各位，你自己都搞不清楚，没有，真的没。都是一次收获，自由的选择，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，别管那是一个玩笑还是谎话，路在脚下，其实并不复杂，只要记得你是你呀。什么叫反白当团宠？什么意思？我没有反白意思啊，反正我现在就我依然我乐意挂名当团七啊，反正我实质就是团宠。宠爱还是范七啊？有可能志祥出去。没有面对范的话，我会比较就是霸道一点。现在只记得是 TV， 毕竟我们这个大圈往来是有一个组合的，好吗？我自己回答，太客气。今日第一个出去，拜拜了，拜拜。霸道，我对粉丝会比较霸道一点，对，就是不需要让粉丝觉得。就是我还小还是怎么样，就是我其实是一个也蛮懂事的人这样子，就是这个是班导帮我比的，太感动，真的是很爱我们家班导。哎，
兔兔关你什么事？你的小揪是吗？大家期待 Bellflower 的演出。哎，当然有人可以讲出我们 Daisy 跟 Bellflower 还是 Sakura 的心情吗？因为一开始我们一直觉得就是 Daisy 跟 Bellflower 的那个性质比较明显，然后 Sakura 看不出来。可是时间久了，我就觉得好像 Bellflower 跟 Sakura 的那个感觉有出来，我感觉有点。Daisy 有点失去原本的那种感觉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你们觉得我们各自有代表什么吗？就是比如说比较活泼，比较有自信，比较可爱什么的。你看妈妈也会 baby 眼，哎，你们都太过分了。高中毕业就没有，以后大学就一直没有。哎，我觉得啊，哦，你说 Daisy 吗？我们也有成员说想听毕业。你可以当 Daisy 的量，这是至高荣誉耶！天哪，我们 Daisy 这么多漂亮的人，弟弟比较能比较，我主要就看啊，王道偶像组，哎，真的真的夸赞，有好有好，好歹要是上奖，不是吧喂，不是吧？我觉得王道偶像一起走花路吧，那种感觉。还不错 ，Daisy 很多综艺咖是吗？因为如果说到综艺咖，我就觉得 C 组好像比较好笑那样子。我不是想比较，我是想讲特色。嗨，假巴，把市场检查了。哎，我昨天之前怎么没讲？大家好，我是可爱、甜美、漂亮市长奖的小弹琴。从队长开始就中一卡，对啊，队长才是重要的。拿市长奖吹，天啊，不就是一个蓝牙喇叭吗？有这么夸张吗？但是昨天那个姐姐那个鄙视，我也是受不了。什么？你拿市长奖啊？你们学校没有人了是吗？在啊？什么？颜值、经验值、热度，开口最棒。但是一组就是活力、元气、搞笑。对，我们一开始也觉得就觉得好像 C 组也是活力、元气、搞笑。枪组，不是，我不减肥讲。安静，安静，好吧 ，OK， 乖。大姐出来讲，喂，没有啦，也太嘴了。没事，我们刚才都讲。那个 Save 姐怎么跑去？汪姐，然后我们经纪人吗？一般听到十个九个，哎，等一下，那你一定是那一个对不对？好吧，我以为是彩虹。对啊。上次真的假的？经纪人是少少那哦，我们有两个经纪人，一个比较高，一个比较矮。客套笑，什么意思啦？在那边。这还蛮喜欢在头发边。两个人无聊时玩你画我猜。嘘，那不是在我们生日会玩的游戏吗？有了 copy 后。凤凰花开。他酷爱五 G 好，但是不一定是被喜欢的。五 G 好，不一定是被喜欢的姿态，什么意思啊？不喜欢被喜，生日会聊一下，刚好还没聊。哦，对耶，生日会，嗯，生日会，
忘了，有人一直偷瞄，下楼他说，哎、欸，怎么会有人在边走路边看直播？我以为你今天开到五点，没有，我开到五点半。生日会，生日会，我想啊，对，我给你们看一些生日会的花絮照，很可爱哦，很漂亮哦，很美丽哦。对，我看一下。就是我要拍照，结果我按到录影，然后我还用了一个奇怪的特效，超级奇怪。看一下，然后给你们看贴心的猪猪，帮我们的主持人用头发。噔噔。怎么那么像复制人？圆满成功，是圆满成功，圆满成功。Yeah！ 那什么？耶！刚才讲的鼓励。生日你是吃两个蛋糕，所以去午夜场？没有，好不好？其他也有吃到别的蛋糕啊，是不是？我跟你讲，我那时候就想说，哎，我在想说汪汪是怎样没形象，我就想，哎，汪汪也还好吧。结果我知道我看到这张照片，然后他说：“汪汪，你确定吗？这个照片如果要发是可以发的吗？”他说：“哦，可以啊，你随意，我没插。”那我们他既然没插，那我们就给他放大看看。真好笑！你跟祖祖，我没有祖祖会啊，祖祖还是比较专业一点。但我说我跟祖祖可以开一个美妆频道，感觉大家都很厉害，是吗？我记得还有别张也很好笑。欸，不见了，这是洞洞。汪汪直接在那边消失欸，像我跟祖祖都很漂亮。斗鸡眼的也很好笑，他有斗鸡眼吗？我是没找到。我跟婷婷那天就是疯狂，处于疯狂自拍的模式，你们懂吗？就是不停自拍。然后我跟美玲的照片，我本来想 po 都太糊了，你知道吗？就糊到一个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就是一系列跟他最像的照片，超像，一模一样。然后就蛋糕，哎，等一下，我班导打电话给我，蛮重要，大家等我一下。喂，嗯，怎样？我还没结束，你要到了？你要在哪里？哦，我传讯息给你，我传讯息给你，我等一下传给你。嗯，好 ，OK， 好 ，OK， 拜拜。嗯嗯，好，方便一点的地方是哪里？好，拜拜。哦，好 ，OK， 好，拜拜。市长讲不是，有事吗？没有啦，因为我忘记把学生，就是毕业当天要缴学生证。然后忘记缴学生证，然后全班一定要全班缴了才能办那个办全班的离校手续，然后好像剩我跟一些人没缴，然后我又没时间去学校，然后班导就特地找我拿，我真的太感动，我不用跑一趟。啊，我没有吃谢师宴呢，沙宴，我没吃哎。市长讲没有，我跟你讲，那时候我们在发奖的时候，我们在那董事长还说。等一下我先发一下那个，刚刚约一个时间地点。
跟缴班费办谢师哦，没有哎，我们忘记了，没感谢老师就不用谢师。哎，不是这个意思吧？我们很感谢老师，好不好？只是对，你知道，现在明天就是你哦，我们班费发完，我们没有发，因为我们就是班，这班上不是有时候会检查那些什么桌椅、墙壁啊？我们班好像破坏力蛮强的，然后班费用用就没了。对，现在明天就是你，而且打输了 ，love。可怜的老师摆在你们三年，没有啊，高中有换老师啊，带我们两年，一人660，开心。天哪，我们可能之后还找时间揪吧，那很忙哎。国中、高中、大学校园都我办的，哎，你是主揪哎，主揪王。包厢炸蛋糕的概念吗？不可以，老师心也没有啦。我跟你讲，他还是很爱我们的吧？我也不知道。用心意代替现实，对我们心意，心意有到就好了。对，我们高中喜欢的是班导，真的假的？我们之前差点换班导，我们班那些死白目臭男生在那边乱搞，一堆在那边被抓，做坏事被抓。烦死了！带这些兔崽，对他真的帮我们处理超，因为我们班很多坏小孩，就是做坏事被抓，汽车被抓，然后就是翘课啊之类的，然后不来学校啊，旷课啊，然后小过一堆，他一直去跑程序，一直跑，一直跑，超累，运动超多，每次见到他就说：“你有看到那个谁谁谁吗？”然后满头大汗，然后说：“没有。”超可怜的。比如坏小孩某某，Please say again， 可怜还要带某某，哎，带我很好，好不好？我跟你讲，就是没有教过我的老师，他们也知道我是谁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反正他们说，哎，你们班那个李梦纯，他是最近干嘛什么的？哦，哇，老师，我好像没有跟你教过。我们班也很无照被教，对，而且我们，你知道我们学校是教官最多的一间学校，就是好像有十几个教官，一般学校好像四五个就算多，我们十几个，一个女教官，其他全部男的，然后每个教官有些教官好像一两个教官是，哎，一两个吗？好像没有，好像只有一个教官个性比较好，其他教官拍的跟我们跟什么一样，你凶死。因为他们都走超远，就是离学校超远的捷运站，要走15分到20分钟路，他们都直接走到那边去堵人。他们直接走一个最远。老师装熟，没有，他没有装熟啦。他就是威胁我的事情，然后来跑来一趟拿。好了，我等一下给他带个这个，你觉得要带什么东西给他吃？哦，我跟你讲，我们班导超爱吃零食的，跟我有点像。他爱吃甜的吗？我有点忘了。好像爱吃饼干之类的，对，我等下带包饼干给他。教官要抓违规超辛苦，第一次知道教官要怎么可以哦，为了我们那边班导是正妹吗？哦，班导是帅哥，不是正妹，好像就没办法。定数是定坡那一包，不行啊，那是巧克力，超烂的。天，第一个班带，我们现在老师怀孕，他还是继续教、欸。好了，我要跟他约时间，不好意思各位，今天直播到这边结束，要不要结一些礼物什么的？这个好了，这个，把这个套这边，就营造一种毕业生的感觉。哦，撞球店我之前好像有听过，就是为了就是撞球店好像因为生意，然后有跟就是我有问我们办一些打撞球，说你们都不会被抓吗？他们说不会啊，因为撞球店就是太饱了，他是精粹，就是有跟教官有跟学校谈好，就是为了不要让他们没生意，教官不能进去，我觉得超好笑的。然后还有这种，是想讲。我说。国小啊，国小的时候，
这种市长奖。哎、啊，我不要这个，不要这个饼干，我们来豪横一波，豪横一波。怎么可能怀孕？好了，快点快点，我要赶快过去了，我要来不及了。大家拜拜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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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辛苦了，拜拜。去看表演，记得看表演，拜拜，爱你们哦。